哎，先生，你来了。啊，新年快乐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大爷，你来了。怎么来了？哎，等等，等一下。这怎么才5块钱呢？就你可以收这个。你这老头真的是，今天是大喜日子，我不跟你计较了。 等沙市结婚，记得补回来啊！去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坏得很呐、啊，还想打包是吧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哎，他怎么了？他打包？打什么了？花生米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哎，滚出去！ 我太难了，不要脸了！说了不能打包，你真的是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